前我们在不同城市努力，不同的工作环境。虽然我知道当时的我们有许多的不同，但我想那时愿意和你交往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的宝格丽大吉岭香水实在太香了。嗨，来访问你，请你形容一下新娘的个性。活泼善良，像很容易带给身边的人快乐，这样子，像个小太阳一样。他现在很享受，他在享受修眉毛。他个性就是比较害羞内敛，但是很细心稳重这样子，然后对我非常好。我在拍李车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，小翅膀。亲爱的爸妈，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想了很久，不知道如何把这30年来对你们的感谢凝练成这短短几百字。在我即将开始婚姻生活的时刻，想借此机会向你们表达我的感谢和爱意。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给了我生命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。人们常说，如果你觉得生活容易，那一定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。为那边我的掌声欢呼声。今天呢，相信我们南方主婚人也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因为看到如此众多的亲朋好友们齐聚在一起。长大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因为你们，我成为了一个不怕认错、能勇敢说出自己想法的人。朋友都说我很大方，我想是因为你们给了我足够的爱，所以我才更懂得分享。对了，亲爱的弟弟，不要忘了爸妈说的，我是你一辈子的责任。我爱你们。我们在接受生活中的酸甜苦辣，同时仍然保持初恋那时激动以及新鲜感。谢谢你用行动来证明你对我的爱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除了我爸、我外公以外，怎么还会有一个男人这么爱我。